文明月格图网络人活着，不是你认识多少人，而是你落魄的时候有多少人认识你。人活着，不是仰望你的有多少人，而是你坠落的时候有多少人感接着你。人活着，不是关注你的有多少人，而是有多少人真的关心你。人若良善，谁都想把你办；人若恶毒，谁都会和你散。做人不能缺德，做人要把良心放心间，要把德行放身边。尖酸刻薄的话不说，损人利己的事不做。人生在世本来就累，缺什么都别缺德，少什么都别少良心。做人要有良心，生不忘本，死不愧人。为人要用诚恳，说要用肯，做要诚信。教人要懂感恩，以心换心，将心比心。人不能忘本，心不能忘恩，事不能忙混，情不能二心。知感恩者得人心，得人心者受人尊，受人尊者必有品。人活一辈子要知恩图报，放弃虚情假意，做一个有情有义忠厚善良之人。不管爱情还是友情，如果你丢了真心，忘了感恩，失了诚信，你就什么都不是。既生为人，就要对得起那顶天立地的一铁一捺。金钱可以取之有道，但不能巧取豪夺；时间可以争分夺秒，但不能挥霍浪费；生命可以精彩丰富，但不能枯燥乏味；人生可以跌宕起伏，但不能重新来过。以平和的心态去对待人，用善良的心去对每一个人，哪怕是伤害过自己的人，也把自己最美最纯真的微笑留下，心中不留恨。人生的舞台上，我们总会遇到许多人，碰到许多情，不论是否喜欢，我们都要好聚好散。不管是否情深，我们都要笑脸相迎。人的一生谁也不会永远平稳，一直繁花似锦，得一时，留情于人，失一时，有人逢迎。心怀善念，无论何时何地，我们都会得到善良的回应。人生在世，要懂得宽容知足，真心才能换来真情。不论是得意还是失意，我们都要感谢生活，是生活让我们懂得了许多，明白了许多。记住，良心是我们做人的底线，别丢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